但是我还是相信中华民国的司法还有一点点公正的空间，那当然会有这种感觉，但是我还是相信中华民国的司法还有一点点公正的空间。那会觉得是太阳花可以比啊？对，如果用太阳花来比，我想大家更应该有一个清楚的对照。所以我们愿意相信中华民国的司法还是公正的，我们按照法律程序来维护宪法赋予我们应有的言论自由、集邮集会、结社自由。相信中华民国宪法，相信中华民国司法，但是相不相信蔡政府的司法？这个社会自由公平，我想媒体朋友以及社会大众应该都很清楚。